口水你就不会。唐爷教我们山上秋海棠，这个对这可以吃哦。你们试试看，每个人都吃一节哈、哦，不要吃太多。试试看。你还会很饿哦，怎么办？哎，如果你饿的时候哈、哦，这个东西你可以拿多。表情要好一点，然后向后看人家，然后。你拿来骗我们的就对了。好吃不？什么好吃的？而且蓝鱼有它的那个果汁可以喝，它还挺多的。啊，真的有。好，试试看。切一节一节，然后串串以后炒肉丝，还蛮好吃的。吃完了，吃完了。所以我这么真的蛮好吃的。你们期末来不是来骗？真的很好吃。这真的很好吃。后面酸酸的，你看呢？他们的口水都流下来了，而且正好在吃酸梅，很香，好好吃哦。来，这个就不必花钱就可以吃酸梅的味道啊，对不对？这叫做山海棠，真的很好吃啊，秋海棠，啊，真好吃。原生种的，而且一直在生口水，而且很生津止渴。对对对。啊，这真的好吃，这比蜜腌的蜜饯还好吃，这个真好吃。哎，这个吃完会很容易饿，彦祖，我马上饿。